煮牛肉炒面，所以我们先用牛肉炒面。牛肉嫩姜炒面，那我们先把面呢，先把面煮起来，好，然后待会再弄牛肉。刚煮完的面，先摆在这边，好，我们要先下炒牛肉，待会再把面拌在一起炒，好。好，我们先准备炒牛肉。已经清炒牛肉。加酱油，让它变得那个红烧滋味，然后呢，再加料理米酒，让它的火候呢能够入味到牛肉里面。牛肉煮到一切切的时候，先把牛肉离开锅，离锅，然后开始先炒青菜。这个菜有姜、萝卜、嫩姜、马铃薯、这边还有红萝卜。有一些菜它会吃水，
好，把它盖起来，这样就可以知道整个牛肉炒面的全过程。平常在厨房我们是怎么在忙的？牛肉下去，面下来，
这就是炒面。耶，牛肉炒面。